原标题看了日本昭和时代女星的照片，惊为天人，把中国同时代的女星秒成渣。一直认为松岛菜菜子、松隆子、长盘贵子是日剧巅峰时代的代表，美貌与演技并存，秒杀现在诸如新垣结衣、枯北真希这类外貌平庸、演技麻麻的清纯女性。直到无意中看到日本昭和时代的女星，顿时惊为天人，大都是当之无愧的美女，甩当时的中国女星几条，接了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